对人心一块重，他是我亲爹，我才算得清他的老账。你们是什么东西？周围，周大同是我父亲，批斗该由我来。我是清华大学赤卫队红卫兵团的发起人，我跟周大同老早就划清过界限，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怎么样一个大恶棍。基本上他不是科学家，他怀旧，他是对国民党卧底。他是冤枉的，科学院只不过是他藏身的地方，把他赶出去。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深，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，和珅海参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深，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别怕，是爸爸。不要开灯，别让人家看到爸爸这个样子。来，扶爸爸起来。姐姐呢？姐姐被抓去了。孩子，爸爸回来带你走。去哪？去找你妈妈。本来我一个人想去，想起你在家会等，跟爸爸走。不行，明天还要比赛背书。不要比了，叫别人去比。咱们一辈子也比不过别人。不行，不比赛我就不是红小兵。你听，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，和珅海参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深，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你打我。谁的恩情深？抚养你的是我，不是毛主席。你才几岁大就想不要爸爸，那你长大不比你哥哥更凶吗？孩子，当的乃是有毒，
我还能再让你喝下去吗？来，爸爸不忍心丢下你，来，来，回来，只想你不会不要爸爸不要妈妈，难道我们生你养你这也犯罪了吗？我就是绝子绝孙又怎么样？我就是不让你做党的儿子啊！